这次我们要去兼职，我去家超市当店员了，去便利店打工能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走吧，我叫伊松，我是一名普通的平民，我是老百姓。我最近搬到这座吹风城市，我听说这里不太安全，很多人都有点北方佬的味道啊。今天是我第一天做兼职，我得走了，免得迟到。目的地就在事件链之外，这什么机翻？哇，是日本的街头吗？你们好啊，伙计们，这里都是饭店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？这闭嘴！你们在说什么啊，香肠嘴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咬牙切齿的，你瞅你这老登的样子，你去跟拜登会晤吧。这里有拉面，我能吃拉面吗？不行啊，我要去上班啊。你怎么喝醉了？感觉很好。哎呀，让我检查一下。哎呦，这构造，哎呀，眼珠子怎么成这样了呢？这是什么？酒鬼，营业中。哇，这怎么还有人喝倒了？哦不，你怎么了？快心肺复苏，踩着他，踩着他，快踩！这是来到歌舞伎厅了吗？哎，这不是八番出口里面的大叔吗？你怎么变爆炸头了？天哪，你怎么无处不在啊？那是我兼职的便利店，我得先去跟经理打个招呼。这什么便利店啊？这是811便利店，哇哦，这是山寨的店吗？嗯，对不起，すみません。啊，哦，是你啊，我很期待今天与你共事。好的，谢谢，这就是我店长吗？现在没有顾客，你应该先去便利店里看看，然后再开始工作。准备好了就各就各位吧。银行。啊，这里面还有取钱的地方，真是太周到了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保险库吗？这刚才有个人进去了。哎，不知道你是不是新来的兼职员工？我今天要走了，不过现在起我会照顾你的。好的，谢谢。我知道工作量很大，但祝你好运。天哪，还有美女相伴吗？哎呀，我看你的牙了，你这个牙龈健康不太好啊。这是谁啊？五代目店长啊？这是企鹅传承下来的店铺吗？准备好了就各就各位。哎呦，感谢你们的辛勤工作，晚安。おやすみ。感谢你的辛勤工作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好的，我请你尽快站到收银台前。另外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很抱歉，剩下的事情就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啊，你突然要一个人走吗？没关系没关系，这是一项简单的工作，电话里会有说明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剩下的交给你了啊。他有紧急工作，等待经理的电话。哎，我还没经过培训呢。啊，等待经理的电话，这什么？这是关东煮，这是汤。店长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这，啊？电话响了。摩西摩西，你好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首先你必须将扫描仪握在手中，当顾客拿了一件商品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扫进扫描仪，怎么样？简单吧？这可太简单了。扫描仪在哪儿呢？一是扫描仪，哦，这样就是扫描，这可太轻松了。怎么右上角是好评度吗？与客户打交道。哎，来了一位顾客，扫一下。哎，来吧，伊拉斯伊玛斯，这怎么感觉走路有点顺拐呀，伙计？你在挑什么？哎，哎呀妈呀，你是魔法师吗？哦，要扫，每一个都扫一下。哇，第一次当店员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哦，这么简单吗？好吧好吧，这是很棒的，这也是一种通过收银来提高店铺好评率的方式。这里的跟踪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啊。不不不，观察是完美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对付那些讨厌的顾客，给自己配上武器，干掉那些讨厌的顾客。啊，扩军什么意思？我怎么还有撬棍？哦，这是什么店铺啊？
老板。哎，你怎么戴个头巾就过来了？哦，不是，这是头发，白头发。这什么？这写的什么？天上天下。哇，是那些机车族暴走族吗？什么？哎呦啊，牛啊，五皇万岁万万岁了。啊，抽上烟了。店铺禁止吸烟，伙计，店铺禁止吸烟。你在做吗，克拉？我做你妹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非常抱歉。好吧，这是很好的，这是一种通过留下不受欢迎的顾客来增加店铺什么好评率的方法嘛。顾客不是上帝，恼人的顾客应该被干掉。我也不干了，我累了，想去喝一杯。是的，因为这是个谎言，我撒谎了，我得走了，因为总部要找我。下次使用你便利店扫描能力吧，你将一目了然的看到那些隐而不见的恼人顾客的动向。什么？你说不会用这个？这是便利店店员的必备技能，按 R 键扫描。哦，鹰眼视觉。哇，又来个暴走族精神小伙。哇，穿的是白色的。你在做吗，克拉？你们在说做什么呀？这不许抽烟啊！你抽个屁呀、啊！哇，直接翻了个大跟斗啊！哎呀，喧哗上等是什么意思？是你说你是最吵的吗？看来你已经掌握了便利店的扫描技术，现在你是一名正式的便利店店员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。班仔啊，开始工作15分钟，开始工作60分钟，60分钟。工作到兼职时间结束，左上角是什么？是时间。哎，不是，你这怎么戴个面具？倦怠什么意思？戴个面具怎么？哎呀，盘个头在这儿了，这算不算恼人的顾客呀？这算不算恼人的顾客？这应该不算吧？我瞅你不爽啊！哎呀，扣了，扣好评录的，完了负分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稳住，稳住。我是最棒业绩的员工，你怎么了，伙计？你这是拉裤里了吗？啊，脚踩屎了？你是智障吗？你不要在我店里啊踩了，这怎么还来个刀哥呀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来个刀哥，你在这干嘛？不买东西，不买东西滚出去啊！啊，这不算恼人的顾客吗？那什么样的算恼人的顾客？啊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刚才有点小纠纷呢，不要担心。你要啊，我要扫啊，等一下。你怎么长得有点迷你啊？哎，我没扫上吗？好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怎么有一位恼人的顾客？哪里恼人？你摆什么爱心呢？你滚啊！不行吗？这不算恼人的顾客吗？啊？怎么有个水桶男？他是干嘛的？是外面有人在弄烧烤炉，你逗我呢？这地方不是让你烧烤的地方，我会做炒饭。你吵啥？ Part-time worker。 哦，这样解决了，我还要解决一个，他隐藏在哪里？是谁？哎，是他，他在干什么？你搁我超市这哭坟头呢？你干啥呢？土壤很美味，他吃土呢。哇，原来危险不一定在店内，还有可能在店外，影响我们这个店铺的经营啊，还不能打错人啊。欢迎下次光临。怎么又有人？谁来了？谁？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，他是在拍。你把东西给我撇了干什么玩意儿？谁让你撇的啊？这撇东西不算吗？在这打什么电话呀？你是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看，哎，你东西怎么弄掉？哎呀，我好想捶你啊！没事，咱们为了这个店铺啊，欢迎下次再来。怎么老有这个水桶男？你脑袋扣个桶怎么看清道路的？你是智障吗？鹰眼视觉启动，这啥呀？是外面吗？哦，从这里走，你和上我这儿喝酒干什么？啊！哎呀，赶紧扫货！这顾客一会儿不乐意了。天哪，我真的想把你水桶敲掉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想敲掉一下你啊！
啊，原来你里面是长那个样子，对不起啊，换下一位。你们能不能别戴面具啊？刀哥又来了，敲敲一下。啊哦，再见。现在一切正常啊。这个人的妆容怎么好奇怪呀？哎呀，你骗什么？要快快你妹呀！啊，不行啊，要对待这种顾客态度还要好吗？我无法忍受。你啥意思啊？刚才比比划划的。啊啊！你夸我真棒，太棒了！你是第一个夸奖我的吧？那个人鬼鬼祟祟的，哎呀，我天哪！我们的便利店好火爆啊！这是啥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看报纸在这里？为什么？哇！哎呀，直接飞天了！我能跑起来吗？这是什么？你们是玩 cosplay 的吗？你怎么变流浪汉了？绿头发，我会。你会什么？你会什么？吃垃圾吧！谁呀？谁？又怎么了？啊！你跑货架上干什么？想睡？你睡吧。这样睡眠就很棒啊！我是睡眠大师，一秒让你们入睡。这是什么造型？你就……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要警惕起来。哎呀！你就有百个爱心吗？给我比个心。你的手是怎么拿这些食物的呢？哎，不对，怎么又有人？谁呀？哦，会出人命的，我相信他会引起广泛的关注。关啊，关注。No！ 天哪，店长，这样会出人命的吧？你把东西撇了干什么？你吃的，我。哎，你不刚才那个乞丐吗？你又正常了。你怎么把东西还扑落到外面去了？我还要出去，你这小儿麻痹吗？哇，又是暴走族的，喧哗上等，你是最吵的，你是最闹腾人的，你走吧，买完赶紧走。这谁又捣乱啊？我需要你别妨碍我的肌肉训练，你有毒吧？梳个小辫儿，完了，干嘛呢？喷漆呢？哦，我们支持你。他写的是店员，他在给我应援，没办法呀。啊，谢谢你的好意。那个在哪儿呢？那个在干嘛呢？看着我，他在给我拍照啊。你拍什么照啊？你衣服你，这是啥意思？衣服上的都是什么？啊！撇什么呢？哎呀！你是不是目标啊？给你一棒头，我想。哪里有？你干嘛呢 ？What can I say？ No！ 你怎么上面还立了个旗？真的是精神病啊！哎，你长得好丑啊！啊，睡得真香啊！哎，对，你必须说我棒，不说我棒的，你们等着瞧，不给你们结账啊！哎呀，这小腿儿，哎，这走这两步，这什么扫描仪？谁又干坏事了？干嘛呢？看看这身体。哎呀，哎呀，你魅惑我呢，在这儿。哎呀，屁股撅的，穿个大裤衩、花裤衩的，怎么又有人捣乱？谁让你在这打电话的？我揍过你一顿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太大声了。再揍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顾客，也许。哦，耶。
去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瞅他走道，瞅他走道，哎呦我去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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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一直在扣分？你怎么直接就开吃了，女士？开胃，真的很下胃呀、真是嘎嘣脆！哎，我怎么误伤一个？看着我，看你什么，死变态！你们两个躺在一起吧。哎呀，哎呀，看他们很开心呐、你怎么跑我这儿抽烟了？喧哗上等，真是最闹心的一个。哎，刚才那女的整个啥造型啊？那是？这是啥意思啊？这活总撇呀！来来来，先给你算完账啊！欢迎下次光临。怎么来个机器人啊？哎呦，来个机器人，那边怎么还有个宝箱？来吧，你们感受一下我们店的高科技吧。这机器人怎么上我柜台来了？他要干什么？如果这么难，你为什么不停止工作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能扫下你吗？砸你！哎呀，会爆炸的啊！那他要在店，刚才如果有人在他旁边，我岂不是一下子扣我好多好多分啊？哎呀，哎，哎哎哎哎哎！我要把你冻成冰块，伙计！哎呀，我只是想爽一下，这样彻底爽了。冻肉，冻肉，卖冻肉了！冰箱里现成的冻肉，只要小伙精神在，到哪儿都是实力派。把什么东西给弄坏了？ I'm part-time worker。 啥玩意儿爆炸了？店里出了什么事？给经理打电话。没有事儿。你要投诉是吧？啊！你这不得把鸡儿烫熟了？这你在汤里边洗澡是吧？致命打击，这只是个笑话。哇，不是直接搁这睡觉是吧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谁捣乱了？完了，你迟到了！你眼睛瞎吗？看不到我店被车撞了吗？还有谁？还有谁在捣乱？我找不到了，没有在捣乱的啊！是你吗？你在这直接就开喝呀？开胃！大声呐喊！你给所有东西都下胃！还有声音？你怎么在这放礼花呀？这是个什么？你背了个什么东西啊？致命打击，都鼓包了。至于圣诞老人，哎呀，就有个老头进来呀，刀哥又进来了。你们怎么总愿意说这句话，还把东西给我扔地上了，很不满。你把货架都给抬走了，你是要进货吗，伙计？他们不知道。那我知道，你是不是吓一跳啊？啊！他们是怎么发现的？我们又不是傻子，他们是瞎子。这人干啥呢？在这儿啊？留有余地。你滚，在我这坐。啊，这老头走路好慢啊！真的想要给他一锤子，但是。哎，还是算了。那边那是什么东西？他在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老头儿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
这是啥意思啊？我买得起。你这是啥造型啊？非常六加七啊，这是。哎呀，这打抽抽了，咯咯笑，咯咯笑。都这样子了，我还要继续开下去吗？你这是完了！哎呦，把我电都抬走了。还有谁呀、啊？还有谁？你在干嘛呀？你睡什么？哇哇哇哇！怎么还去我工作室了？你在玩什么？臭小鬼！又有人干啥呢？取不出来钱，你怨他是吧？你去一边去，对不起，狗妹纳塞。最好的手机是在厕所里使用手机，你说的对呀、啊。我想打你手机呀、啊，你不必这么生气。哎呀，香啊，可劲造啊，这里全是好吃的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啊！我是超级英雄，听说这里来了个不速之客，我就来帮忙了。我帮你，帮个你啊！那你就是坏人了。完了，我就电四通八达，他们直接从这儿就进屋了，直接开掏了。那怎么还背个钢琴是啥意思啊，伙计？你是要演奏吗？哇哦！我们先给刀哥扫货吧，刀哥一直在这等着，刀哥很听话呀。保持乐观，我这蹲不了啊，这个游戏。哎，他这嘴是咧着吗？这么弹钢琴，是我错觉吗？哎呦我去！你有病吧？可是弹钢琴那不算吗？他不算，我们可以不打他。哇，我们的电真是越来越顺利了。哎，我的电怎么还原了啊？没有还原，漏了个坑啊。谁？是你吗，钢琴家？你能不能换个嘴型啊？哎呀，他一直就是这种表情弹吗？哇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个哇啥？啊，过来。你以前经常在网上取笑我，没有啊，刀哥，没有啊，刀哥，刀哥快进来买东西，刀哥快进来买东西。哎呦，会攻击我吗？那躲开啊！ I'm part-time worker。哎呦，哎，成生化危机了，这里不允许抽烟的暴走族。刀哥刚才都超进化了。扫一下，欢迎光临。不是你自个儿搁这假装店员呢？你谁呀、啊？这下你可逮住我了。哎，怎么还进来一个只企鹅？你是店长吗？这企鹅应该是店长吧？你好，小鹅。小鹅他想吃海鲜饭吗？哎，这叼一盒就走了。你好，顾客们，这是很少见的，你能见到我们的店长。店长，你想要吃什么？随便拿。快！这是贞子吗？哎呦，你上这喝多？企鹅先生，我打你想发生什么呢？我无法攻击店长，天哪！你要干什么？鬼鬼祟祟拿个锤子，我看见你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哎！啊！啊！我的电，我的电呐！躲开呀！什么与事无补？完了！电闪雷鸣的，发生什么了？贞子在这里吗？我诅咒你！你咒我干屁呀、啊！哇，
电都闪了。他真的是鬼吗？我刚才物理驱魔了，哇，这下我的电都转不快，都赔了，我这电都毁了。你们还在这若无其事的购物，真的是没有同理心，好想给你们一电炮啊！啊，你们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嘛。不过你们还是挺有素质的，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把我的东西都拿跑啊！是不是这个女士？你在干什么？直接开喝，开胃，你都开几回胃了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先生。整点饮料想买醉，然后你说你下胃，就不能整点嘎嘣脆吗？然后就在冰柜里睡，真是天天都犯罪呀、啊！你说你来我这儿干你妹，干啥呢？蹲在那儿，我不这么认为，你搁这鼓求啥呢？不吃就别乱动啊！我都睡乎了。哎呀，整好几袋出来了，杯面呢？你喜欢吃杯面，不要弄碎它呀。你走路不看人呐，真是个智障便利店，咋都虎了吧唧的呢？你们完了，那个采购员又来我这里搬东西了。谁？你我不知道有没有内衣经理。你干，你掏我们试衣间干什么？你干嘛来了？偷窥来了，变态！你怎么戴个面罩？你是来抢劫的吗？钱，钱个屁呀、啊！这个人怎么直接开喝了？开胃！这个女人蹦蹦跳，这冰柜不是这么砸开的，打不开。你是弱智吗？哇，太可怕了！日本人疯了！哎呀！那怎么有个那个造型过去的呢？这是啥意思？我怎么有时候跑不了啊？这咋非常六加七月这衣服？好的。哇，陀螺转，开胃！天哪，一看店铺变成这样，就直接肆无忌惮的开吃了吗？谁把我窗户弄碎了？你有病吧？感觉你长这样子，来，欢迎来到沙威玛小吃。你什么？你瞎吧？店里出什么事了？给经理打电话。用你管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一定要种西兰花，你怎么头上突然间长菜花了？哎呀，都疯了！这是啥造型啊？为啥非要这么读书？你迟到了，迟到用你管吗？管不过来了，怎么四个了？这是谁？你怎么搁这儿刨土呢？在这儿，嘿，好大一车，为什么要在这里健身？哎呀！这是在干啥呢？在这儿咋还直接生上火了呢？温暖的还有一个，我怎么死活找不到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玩火警呢？在这儿厕所，你抽烟都引起警报了，在这儿翻跟斗是吧？练习的好地方，很帅呀、啊，这是在抽烟吗？你怎么了？像喝多了一样。你在干嘛呢？你在干什么？用不用管他？我就暂时先不管。八番出口的，八番出口的，你怎么还冲进来了，大叔？ I'm part-time worker。 啊？不给加分吗？为什么？你在干嘛？你怎么又在偷内衣？Oh yeah， 我要躲在角落。这怎么有个自闭症？你好像不是去超市的吧？你要去干嘛？你要去干嘛？你搁这健身？犯什么说道吗？怎么都聚在那里？啊？那个在干什么？什么事啊？他在摆经典手势。哎呀，还摆两个！你是电视人吗？你怎么又在？你干嘛来了？
怎么又喷上漆了？你支持我啊，都是支持我的才喷漆。哎，那不好意思，打错了。海贝，你都这么胖了还吃？你怎么还整成串炉了呢？搁的啥呀？炒的这是？我看看，这不是成袋的吗？往里加料，整点秘制小料理。你怎么还蹬鼻子上脸了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性感啊！哎呀，我。哎呀，我看后面。哎呀，哇哦，走开呀，变态！两个手，没有，再见。空中大接力，哇，直接拿苹果就吃啊！让我抓现行了吧？哇，你女的。马上就要下班了，我受不了你们了，这是啥意思啊？哦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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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你怎么还在这上面？想睡？你想睡你就不能换个地方吗？哦耶！不要去洗澡了！哇啊！店长，你怎么才来？对不起，我知道这很难，我知道我必须面对恼人的顾客，但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的东西也没关系。如果你不喜欢某个顾客，那就揍他一顿，照顾好自己。嘿，对了，我明天要出差，你能帮我一个月吗？拜托了，哈哈哈哈，一个月，你滚吧！哈哈哈哈。哇，好吧。我辞掉我的兼职工作。啊，这都是我们的宝可梦图鉴、生物图鉴。哇哦，这还有没有探索到的吗？那这个开始工作15分钟呢，是不是是浓缩的精华一样啊？这么多人一下来了，不是，怎么直接就抬保险柜啊？这是抬不起来啊，这咋还有在这踹自动贩卖机的？你打不开，你脑子也打不开。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哎，没炸坏呀、啊、这人没炸飞呀、啊、哎呦，他屁股出血了。哎呀，你瞅你俩长着猥琐的样子，天哪，我坐在后排吧。 No， 瞅你好不爽啊。啊，这个也要打的吗？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新的，我们要把这些危险扼杀在摇篮当中。哎呀，原来你是这么冲过来的。那这次我们的兼职就到这里结束吧，非常的顺利，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就是顾客就是上帝。下期视频我还会见你，记住保持微笑。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.